这种事绝不能再发生，我们最好彻底搜查，那批新货有什么好东西吗？先生们拿着这个成效墨镜，我来当前哨。我也发现了，在哪儿？该死的使用墨镜，把它找出来。是劳拉克，我们得阻止他。过不去。接着来吧。这是一种迷幻剂的配方，有时用于战争。这应该管用。如果我把它涂在剑上，就能用来对付圣三一。
看哪，已经装不下东西。你去。头队，克劳布正向你们前进。重复，克劳布朝你们那边去了。会抓到他的。把他的尸体带回来，然后你们全队接受下一轮的持续训练。图尔的通话完毕。他鼓励你出路。喂，去还好吗？再次。天哪！我的骷髅变成了。任务让他受不了了。该死！我最好检查四周，搜查这区域，保持警觉。不行了，已经背不下更多东西了。我这里，马上好。是这样懂的。太难了，已经装不下东西了。他们已经收不到我的讯号，这东西搞定之后，便用它侦查你的信号。
胆小鬼！回应，拜托了。他不会应答了，老大。什么？他死了，比你而死的名单上又多了一位好友约拿。去你的卢尔克！如果你想给他收尸，就去炼油厂吧。你逃不掉了。Thank you.
知道，我知道，徐启说的有趣的话。会让大家来到世界，这要命！这是许多末日灾难中的第一个，都是因为你，我必须要走了，因为欠我的道，只要你能死了。你在哪儿？我会找到的。有国王，我回家去了。诺尔克，你他妈死定了！这里是罗尔克，我已经被找被砍了。维克斯，克劳夫就交给你。好吗？是我把所有石头都砸了。你不会的，你不会的，我们绝对没问题。来吧，接下来去哪儿？我们不能待在这儿。我不知道约哪。线索是什么？巨蛇之心还是什么的？巨蛇之心就在杯子里，在很多石头人脸的旁边。还有那杯子长什么样？是像圣杯那种？那个圣杯，这可不太玛雅。等等，不是玛雅的吗？线索是17世纪的安德烈斯·洛佩兹留下的，他是耶稣会传教士。圣杯中的巨蛇是圣约翰的标志，我们找的是一个基督教圣地。谢谢广大。剪辑：小逆。拍摄：小逆。最后别忘了点赞。
关注、评论、收藏、投币。